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点大声，人在思念，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阿边上，阿边着行，最后才知思念。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8002977138，现场电话台8002977738。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当事人定情的电话台8002977138。哎，赶紧来看政治新闻吼。这个贾克戴啦，哦，谢启达、清时、何准。这个何良斌，伊伫咧讲啦，昨暗吼，我着准伊清洗啊啦。来，咱来看内容吼，真简单。这个何良斌市长聘用的这个前立委，贾克戴，那么担任台北市府秘书处的这个专委啦。那么引发到这个受用的这个争议，甲阿翔的孙安尼啊，贾克戴这个月初啦，那么参加大陆谈话节目，批评学运安尼啦，那么引发到这个何良斌市长的这个震怒，那么表示无得人接受安尼啦。那么何良斌市长今日8号表示，贾克戴伊的这个是昨吼，那么昨暗啦，那么向伊口头的这个请示，贾克戴
也表明愿意放弃22年的这个公务员，也这个女主安尼啦。那么何良斌市长嘛已经准时安尼啦，所以吼、哦，这个就是安尼先啦。好啦，死就死啊啦，吼、哦，啊，大家拢无话，吼、哦，啊，无话，从哪即马你甲看，卡袂着，啊，就从定过。什么咧簇拥啦，什么啊，都会算安尼啊。我看麦，啊，对，这个，好啦，无来，我看麦，这个因为吼。因为假期待吼，还佫一件代志，吼，还佫一件代志，就是这个北市吼假期待案。那么北市议会上感应以及到检调，啊，这是自由时报哦。台北报道，这个台北市议会民政委员委员会昨召开，那么进行假客代专案报告，会中决议对台北市府进行假客代过程是毋是讲有违法人事人量相关的这个规定呢？那么专案送到监察院以及到检调单位来调查，并且要求人事处厘清甲乙律师的这个身份担任义务，伊的这个辅助人，是毋是讲违反了公务人员禁用的这个资格？那么无当时的这个市员陈正中第一批了。那么何良斌任用这个假客代破坏公平啊，甲正义原则。那么应该吼，这个吼应该爱放弃清明这个退休金安尼啦。哦，咱拄只毛报告过啊，人伊假客代人伊愿意从做伊22年诶这个公务人员诶这个生涯。那么伊要放弃啊，对不对啦？啊，那么无当即个即个，拄则咱讲过吼。那么也若无的时阵，若请即个何良斌家己发，吼家己发，吼，卖的时阵啊，吼，用过即个人情啊来大放送安尼啦。国民党市议员即个。应小伟伫咧讲啊，何会有中央家己的人会嫌弃安尼？这个议会无好底，专案报告讨论，结论，送这个监察院调查。哦，台北市人事处处长，这个韩永尊伊伫咧讲啊。遮个若是今年7月来退休，每月退休金是33,700多块，或者是讲会当选一遍退休金有178,800块。那么退休金虽然由市库库来支付，但是代表是资深公务人员专任其他。伊个即个公家单位，同款嘛由该单位啊来支付就对，吼、哦。那么遮个来反击啊，领退休金，吼、哦，领退休俸都也无合法嘞，哈、啊。那么遮个在受访的时阵反击了，21+1等是22，唔是一嘞。那么小学生拢会晓算数安尼啦，算唔知吼、哦。那么批议员遮吼素质有够差的就对了，
平地讲，伊任法官，啊，到的时阵呢，老师、吼、哦、教师，用有公务员、公务人员21年，伊的这个年资了，以及着市政府行政机关，吼、哦，那么伊的这个一年，总共22年呐，是国家人民的这个奉献，领这个100多万退休金。哪里不合法的？多一点，啊、哦，对不起国家人民的，哈哈，啊你该想，啊你放弃了嘛，哈、哦。这是另外啊一个这个报道安尼，提供给大家哈、哦，啊来参考啦，哈、哦。啊，无的时阵呢，都啊反对的人都讲啊，伊袂使安怎，拄安怎啦，吼、哦。啊那过去的时阵呢，大家动摇的，当然都点点啊，这是一定的啦。哦，阿宏咧讲的话吼，上届客观，吼上届客观。好嘞，到这结束，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这个是看阿宏说的，拜拜。